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在做什么？替生术，没学过吧？快叫师叔。替生术，用自己的命来换他人的命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样会死的。你放开我！你这样会死的！你这样会死的！你疯了吗？你快停下来！你这样会死的！你我师出同门，也算是缘分一场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只说一次，信或不信在你。我与你师父同辈，按照格规，你应该喊我一声师叔。我们化心阁从古至今的任务就是守护石梦墨，如今阁中出现了叛徒，才让你误认为石梦墨是妖兽。什么？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。